身边经过，你微笑的那刻已融入我心窝。星空下的你我多快乐。曾约定的承诺，像是一首情歌，在心底附和。微笑代替沉默，像绚烂的烟火。就这样遇见你，不知不觉靠近，融化掉了任性，不由得我说明，好想对你有种感应，却不敢轻易相信。就是特别怀念高中和你一起抄作业的日子。抄我作业？哎呀，不是啦，唉，就是现在我们的专业不同了，作业也不一样，没有办法一起写了。哦。冷漠，再不是你可爱的小木头，再不是。一点都不可爱。老规矩，写完之后再看。你什么时候把我作业偷去做了一遍的？你要是再不写，我就收回了啊！想得美，给我就是我的了。南希，嗯，不是说好了吗？每次说谢谢的时候，都是要写作业。杨宇飞跟南希跳舞，到底是个什么帖子啊？哦，好像看一眼了。看一下嘛，看一下又不会怎么样，就看一眼喽。我知道没什么，还有什么好看的？可是这看一下又不会掉一块肉，就看一下下嘛。看了就会不信任的开始，不许看。啊，看一下，不许看，看一下，不许看。看眼图嘛，磨磨唧唧的有什么好？那张破图我才不稀罕。一个南希在上课，一个程耳朵在训练，一个响尾叔要休息，剩一个夏日子巨无聊，巨无聊呀，巨无聊。
身边经过，你微笑的那刻已融入我心窝。晴空下的你我多快乐。曾约定的承诺，像是一首情歌，在心底附和。微笑代替沉默，像绚烂的烟火。就这样遇见你，不知不觉靠近，融化掉了任性，不由得我说明，好像对你有种感应，却不肯轻易相信。你好，你的咖啡。哦，谢谢。你好，服务员。你好。果然，什么都瞒不过我们瑞哥的舌头。老叶，我天哪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说呢？你离开那边，你都没告诉我，这算是旧账。然后你现在来到滨海也不联系我，这是新账啊。没联系吗？没有。那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？这是最后一家了，快走吧。行，喝。原来南希早就知道了啊！你们两个喝起火来瞒着我。哎呀，那是因为我们知道你大小姐呀，总有一天自己会找到这儿的。只不过啊，我真没想到会等了这么久。确实。哎，你为什么突然来滨海啊？嗯。杨教练啊，他是不是也来了？那当然，盛南他是调换工作到了滨海。哎呦，盛南啊，两个人现在发展到什么地步了？那当然是不可言语的地步。哎呦哎呦，这个酸的呢。哎，先不做这个啊，这儿除了我，还有一个你的老熟人。还有谁？请看。平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演出的还不错啊。嗯，你们排练的准备的也挺充分的。嗯，我觉得也是。哎，小美叔。哎，有人来接你啊？那我先走了啊。哦，学姐再见。再见，学姐，拜拜。你怎么来了？你昨天回来，我不是没能来接你吗？这不今天结束训练，第一时间就过来附近请病吗？你快让我看看。哎，你们老师是不是又不让你吃东西了？这才半个月没见，怎么都瘦脱相了？这不行不行，走，我带你吃好吃的去。我不去了，我落下了好多功课，我还要回去看书。哎，这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他饿得慌。这俗话说得好，这身体是革命的本钱，你没有本钱，拿什么革命啊？好端端的，我干嘛要革命啊？我这不是引用老人的古话吗？哎呀，再说了，那书本他是死了他又不会跑，耽误一会儿怎么了？哎，你赶紧想想吃啥。我想吃热卤。热卤，好啊，那走呗。你知道吗？其实昨天我就可以吃热卤，但是我不想吃。不是，小美，你到底是想吃还是不想吃啊？你这样把我都烤晕了。重要的是跟谁吃，而不是吃什么，你明白吗？我当然明白啊。我去的话，老板娘还能给我多加一块肉。你要跟别人的去，那绝对没这待遇啊。陈尔洛，啊，你到底是真傻还是一直在逃避我的问题啊？我没逃避啊，怎么了，小美叔？哎，咱还吃去吗？好，今天大家进步的都非常快。明天呢，我们再学习一些新的有难度的动作。今天的课程呢，到此结束。南希，作为你最最亲密无间的室友，
我是不是值得获得丁爽资源？我得采访你一下啊！和外院院花跳舞，什么感觉？没感觉。哎，这个高啊，实在是高！你看似回答了我的问题，但却又什么没有回答。不是南山，不是你要不要加入我的八卦小组？我看你绝对有做公关的潜质啊！我没兴趣。哎，没兴趣，知道你没兴趣，对外对杨宇飞都没兴趣。不过不管咋说啊，你现在都是我们整个滨海高校校园里最让人羡慕的一个人。你和院花跳舞这事儿，整个大学城都知道了。全大学城？那包括商学院？要不然呢？不是，大嫂没跟你讲这事儿吗？你这几天是不是太忙了呀？你几天没跟他说话了？你都在这坐一晚上了，再不进去阿姨可锁门了。嗯，太忙了。在这里打工比在学校好。你在讲什么？我在说，在你这里打工比在学校里面背书要爽得多啦。那你白天没事就在这帮忙呗。今天你白天见的那个员工啊，他也是兼职，不过明天就不来了。就剩我跟斌子，有的时候真忙不过来。如果你来的话，这个工资包你满意。说定了啊，就这么定了啊，我明天就来了啊。干杯！干杯！就喜欢这种性格。我给你弄份合同去啊。OK。哎，我们家菲菲怎么样？最近？菲菲是谁啊？雨菲。雨菲是谁啊？杨雨菲。成华校花杨雨菲，懂吗？杨雨菲我知道是谁啊，菲菲是谁啊？哎，是你叫我这么亲密。别在意这些小细节。话说我回来这么久还没见着她。嗯，哎呦好帅。哎呦这个牙呀。哎，你有见着她吗？或者说是她最近怎么样？我不是很常能见到她，不过她挺好的，还是外院校花呢。那必须的，我们菲菲到哪儿都优秀，优秀就完了。喂，夏瑞，你看论坛上的帖子了吗？出事儿了。嗯，我看到了。果真那个什么社交课不简单呀、啊？哎，你现在在哪儿呢？宿舍马上关门了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要关门了吗？老易啊，我明天过来啊，我先走了，我有事儿。哎，你等会儿，你把合同签了，丫头，你把合同签了呀？什么论坛？什么论坛？什么合同？喂，小白灵，我再跑了，我再跑了，我很快就到。你到哪儿了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你跟阿姨说一声啊，我马上就到，让她别关门，千万别关门。喂，喂。怎么这个时候没电啊？
哎呦，我天哪，这怎么办？我要露宿街头了吗？南希，南希，香味，你怎么不自己进来了？你的门反锁了，我应该开不开？啊，这么晚了，找我什么事儿啊？啊，宿舍熄灯了，我进不去，你可不可以收留我一晚上？刚刚跑过来一身汗，就能不能进去洗个澡？啊，没问题，你进来吧。太急了，什么都没带，用了你的沐浴露还有洗发水。那别人一闻就知道。这个也是南希的味道。现在的我只想要和你再次初恋，甜甜的感觉，勾你的指尖。夏瑞，你起了吗？夏瑞。
婉婷，你不要，你在走地吗你？我早上没有课，你安静一会儿，让我睡会儿。婉婷，我跟你，你别吵了，行不行？夏蕊，我先上课去了，先走了。你还装睡？醒都醒了，为什么不起来啊？今天早上没有课，想多睡会儿。走，吃早饭去。嗯，再睡会儿，我再睡会儿，你先下去。不行，如果你不陪我吃的话，那我就吃早餐。快点。嗯，好香。都是你做的。嗯。原来把我吵醒的罪魁祸首就是他们呢。怎么？你们不喜欢吗？看着这卖相倒是挺不错的，不知道味道讲起来又很……等一下，先刷牙。嗯。不是那个时候要爬过来亲我的了。早餐交给你来做好不好，南希？好，以后我们家早餐交给我。那你是没任何勉强？有顾客吗？吃过了。
我去，你收拾吧台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这么见不得人的吗？现在都禁止我接客了。不是，那俩姑娘是宾大的，她估计看了你跟杨雨飞的妹妹，也估计就不爽你了。怎么回事？你怎么知道铁子的事儿啊？我昨晚不是你告诉我杨雨飞是外院的校花吗？我就随手翻了一下校园网，叫你的菲菲了，不叫了。我就不明白，他明明知道你跟南希在一起，他还……你说我都没吃醋，你吃什么？我这不是吃醋好吗？我这是正事儿。哎，行了，知道你担心我，有你这份孝心，以后我会照顾你啊。这俩人没关系。啊，不好意思，久等了。哟，你来的挺快呀，我们也就等了半个多小时吧。嗯，今天人手有点不太够，不好意思。你们经理的咖啡都是你做的吗？是的。那能喝吗？就是。能不能喝您先尝一下，如果不满意我重新帮您做一杯。嗯，这也太苦了吧，怎么连奶都没有。您点的手冲本来就是不加奶的。当然，如果您需要的话，我可以帮您拿方糖过来。我不喜欢加糖。那如果您喜欢比较甜一点口味，或者是加奶的话，我可以帮您做一杯卡布奇诺。奶波的口感我也不喜欢。那或者是 flat white， 或者是加冰的 dirty。行吧，那就照你说的一样给我们来一杯，免单可以吧？嗯，重新帮您做是可以的，免单不好意思。南希到底喜欢他什么呀？真是。服务生，点单。来喽。喝什么？一杯榛果拿铁，半糖。没有。那卡布奇诺。没有。热巧总该有了吧？没有。那你们这刘斌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在这儿工作啊。哦，对了，我们咖啡店呢不欢迎任何破坏别人感情的人，所以请你离开。成年人说话是要负责任的，请教一下，我怎么就破坏别人的感情了？这个你怎么解释？你不仅发了你和南希的合照，还搞什么你和夏日的对比投票？你是你们学生会的，不会连这个置顶帖子不知道吧？你怎么知道我是学生会的？我们咖啡店大部分客人都是你们学校的，偶尔说点什么我还是听得到的。那张照片呢，拍的确实不错，我要好好保存。能和南希有这么近距离接触的人可不多呢。你不会真有这张照片吧？你不会真是故意的吧？我告诉你，夏瑞和南希的感情是不会因为你这张照片而发生改变的。我知道。你知道你还这样做？嘿，我平时怎么会喜欢上你这种人呢？我真是瞎了眼了我。你这是在跟我表白呢，还是在骂我啊？或者说是在骂着我表白？哎，我发现你这个人就没有一点点……哎，斌哥啊，咱能不能绅士点？易老板，早听说亚米的咖啡好喝，原来是你开的。只要你们喜欢就行。刚才说要一杯榛果拿铁，半糖对吧？嗯，谢易老板。哎，咱们店里没有他要的任何一款咖啡。哎，我说刘老板，照您这话意思，我要是卖给他了，您是不是得把我开了呀？不是老易，咱一开始我进店里的时候，咱们是不是说过？嗯。我们虽然是服务客人的，但是我们仍然有选择客人的权利，对吧？说得特别有道理。坐吧，一杯榛果拿铁。老爷，如果这样的话，咱们的原则出现分歧了。OK， 我走，我走，好吧。我不会和任何破坏别人感情的人呼吸同一个地方的空气。哎，我说，那个实在不好意思啊，这我们家这服务员呢，平时脾气……没关系，老板，他这人挺有意思的，是吧？那我就替他向您道个歉。您不用替他向我道歉，清者自清嘛。
我相信有一天他会来向我道歉的。对了，易老板，你的咖啡呢？稍等。你去过雅米了？你还说你跟老易居然瞒了我那么久，要是我没有发现咖啡地图的秘密那怎么办？那你见过易老板了吧？嗯。哎，你知道吗，斌子也来滨海了，不过呢他打工倒是假的，这杨宇飞倒是真的。嗯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嗯，你今天也去上社交拓展课了吗？嗯，我上了。这么积极。你给我选的课吗？哦。然后呢？你给我选的课文，我上你选的课。不是因为杨宇飞吗？杨宇飞？因为他？没什么没什么，就是有些人在背后那胡言乱语的乱说。说什么？啊，别呀，别不上啊，你别现在把它退了呀。三分呢，难得你上一个课上得这么开心，你去上吧啊，要不然下学期还是得重新选课。那我上课你开心吗？我还好了，真的。我知道了。你又知道了？南希，要教育我好玩吗？你想试一下吗？试试？怎么试啊？放学铃声总特别好听，明天还是同样的剧情，你戴着耳机，我推着单车等你，不用言语却感觉温馨。等下一个假期，等下一次旅行，等下个路口交给你一封信。毕业后的夏季，操场旁边的树洞的回忆，你是回忆里最美的风的粉笔，我发站靠在墙壁，看着我偷笑是你眼睛。放学铃声总特别好听，明天还是同样的剧情，你戴着耳机，我推着单车等你，不用言语却感觉温馨。等下一个假期，等下一次旅行，等下个路口交给你一封信。毕业后的夏季，操场旁边的树洞有你的回忆，你是回忆里最美的。